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09期。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记忆，也不能说很久以前啊，大概一两年前，那它是叫做银河奥德赛系列。如果你在网拍上你要搜寻的话，是打这个名字的。那它好像有推出两款，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呢是双面人还有 Barry K 的一个组合包，但是它的这个名字的话呢，上面却没有写他们的角色名字。那它有一个很像这个瓦干达的这个符号啊，这个是属于这个系列专有的。虽然它看起来很像世代精选系列啊，但它其实它有自己独立的名字。然后它的内容物的话呢，就是一个有说明书。那你看看啊，这个 barricade， 如果你是一个单色的没有彩色的话，你会觉得它是烟雾，对不对？实在是太像了。那么另外这个双面人呢，先前有一个礼盒包，我也给大家做过影片，但是我已经忘记我当时拍的时候讲了些什么了啊，所以这一期可能讲的跟上次会不一样啊。这个纪录片嘛，前后错不太一样也是常有的事。然后它还有附一张特殊的这个卡片，那前后的造型就是如此这般，上面的内容到底写些什么啊，我也没有时间去破译了。然后这个 Dominus 是这个统治者的意思，那这个是地球还是赛博坦上面看的不是很清楚。那总而言之的话呢，这个纸制品的话呢是这两样。那玩具的内容物呢，则是一台非常帅气的黑色的警车，还有一台蓝色的跑车。两者的话呢，我们先把它上面这些非常愚蠢的武器都给拿掉啊，特别是这个黄色的，这个鲜黄色跟这个绿色啊，这一整个山寨感实在是太强了。然后 barricade 上面的这个小型的武器呢，我们也把它给拿掉。那我们大概先解说一下，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警车的部分。警车的话呢，我不得不再把这个系列的这个东西给拿出来。在 War for Cybertron 三部曲里头呢，它呢会对同一个角色呢赋予两个形象，一个呢是在外星的一个赛博坦上面的一个载具形态啊，所以它这个是属于在外星球的一个姿态。看得出来啊，是这个一部车啊，但是就可能跟地球上的造型是有个差别的。但是呢，这一次的话呢，给大家介绍这是地球载具的形态，他们的话呢，就是会有赋予地球上的一个姿态，这部警车应该是我收的这个 Wolf Cybertron 的这个小车里头吧，我个人觉得这款可能是最好看的啊，第一，它的这个引擎盖上这种应该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是形容叫什么颜色，因为这个叫黑，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啊，非常的好看，有消光的感觉。而且它上面这个狂派标志，我们可以说它就是在比较偏黑的底上用白色的线条勾勒出狂派的标志，这个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见到吧，之前好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出现。然后车头灯透明部件，那么真正来讲最大的毛病应该是这里吧，这个它这个紫色的塑胶件是凸出来的，那后面的话呢是黑的，所以感觉没有那么显眼，底盘有点空洞，但是这不是重点了。那么呢，它的滚动性也非常的好，可以说是这几年以来我觉得没有打铆钉的玩具里头呢，滚动性呢是好到一个让我觉得可以让我流眼泪的一个家伙啊。然后难得也是会让我觉得说呢，地球载具的话呢会胜过外星载具，而且是碾压性的胜过的。当然不是说这一款难看啊，实在是这一款我自己觉得它实在是做得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棒啊。那我们就看一下另外一款这个双面人，很明显的这个蓝色实在是比较塑胶感比较重啊，就山寨玩具的感觉就比较强烈了。那么它的一个滚动性呢也还好啊，如果你完全变形到位的话呢，还是可以能够滚动的，还可以的。胡夫汽车讲变形到位，这听起来是有点奇怪，对不对？通常是日常要漏变啊，说不定哪里有漏变，说不定。好，不管怎么样呢，这一款的话呢，这里的裂缝啊，我不论怎么去推，这个缝呢还是存在啊。我好像我曾经看过，好像这个模具呢好像有什么地方是装反。是不是？然后怎么修复？我目前找不到那一篇文章，所以如果各位知道的话，也可以跟我说一下大概是什么地方零件可能装错，导致于说它密合度没有很好前方这里的话呢是这样子，那我自己是也没有那么在意了反正就是看上去还是个样子就可以了。当然这一款呢，虽然在载具上呢在配色上可以说是被玩爆啊，但是我相信买的人也不是说要硬去比较这里两个谁比较好了，
这个双面人它好玩的地方呢还是有的啊。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环节啊。那首先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把它给解开，这里有一个卡扣，记得把它给先给解开啊。因为这个卡扣呢，感觉的话呢，因为这种塑胶我感觉好像不是说很强韧啊。先把它给解开之后，先推开一点，我们再把这个两侧给拨开来，这里可以掰开，这里一样，这里把它给掰开，从这个地方，这里有个还有个卡扣，锁扣解开，然后呢，我们把整个腿呢从下方这里啊把它给挑出来，挑出来之后两腿分开啊，但是呢这个是男脚，所以就没有什么征服不征服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我再讲到这个啊，前一期不是给大家做了这个晴天的那个机娘化的这个 OP 嘛？那之后的话呢，我有统整了一下，我手上呢我的网络我的硬碟里面，我的这个电脑里头呢有一些朋友们画的这个机娘化的这个 OP 啊，还有一些赛博坦的一个角色呢，把它给机娘化。那结果的话呢，就是说我本来也有想发几张到 B 站上来啊，结果就是一直都被就是过不了审啊，就各位你懂的。那我有发了一些到我的这个 IG 还有我的微博上面，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会把我的这些账号呢再一次的现在打在那个画面上。那甚至如果你想看一些更加有料的东西的话，可以去我的推特上面是没有尺度限制的啊。那到时候各位就看一下我荧幕上写的账号趁这个时候给自己推个广告啊，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那谈笑之间已经把它变完了啊，应该说谈色之间把它变完了。这个帽子的话呢，就是如果你是以狂派表示的话，是要把它给帽子给打开来到这边，然后这片部件要记得给翻上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狂派的一个姿态。那么它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它的髋部是球形关节，非常的松出拿到已经感觉就是已经疲软了，所以的话呢，我有特别再给它加了这个胶水，把它弄的这个现在紧实度是绝对是妥妥的没有问题。但是它有一个地方过紧，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油亮，这外摆内收偏紧，所以我这里上吸油，就是说髋部太松，然后外摆内收太紧。那你看这边我也是一样有上吸油的。那么这款模具的话，在下半身有一个毛病，就是它的一个外摆内收的活动的幅度呢非常的小，它只有这样子一个幅度而已不能够转更多的角度。那所以说配合它的一个脚步，这一下这整块就部件下来了，它没有任何的接地所以在站立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外摆内收的话呢就很重要，非常需要它来辅助我们的人物的站立性啊。那其他的可动化，腰身很紧可以转动，头是一个球形关节，但是能动的幅度也不大，手臂的球形关节比较紧实一点，那也有外摆内收，手臂的话呢可以打90度，拳头不能够转动那我们的话呢就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背后如果你是以狂派的标志如果你是狂派的时候，这个博派标志就记得把它给放下来。好，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如何变形成博派。那变成博派的话也是很简单基本上呢下半身是不动的，我们只需要旋转手臂，你只要这样一推，这个盖板呢就会自动被撑开了这样一推盖板就自动撑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帽子的话呢往后面盖下来，你往后面盖呢其实就是前面的这个部分是往上提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派系的标志呢给显现出来，另外一侧的话呢就把它给盖下去，当然你不盖也可以因为你盖下来之后其实它会干涉到一个腰部的一个可动，当然是腰一转就把它给撑开了腰一转就把它给撑开了又有人要暂停了对不对，来我们把这个手臂这个地方呢给打上来，然后呢给转正，转到这个方向，然后呢往下面推，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斜斜的一个凸，然后扣进这个黄色的这个不对，应该讲它其实是蓝色塑胶件涂上黄漆，这边也是一样的，把它往上面挑起来之后旋转到这边，转到后方去，然后斜一个角度下来到这里把它给扣上去，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完成了手臂的变形了那么下半身完全不动甚至不需要转，但是你要转，你喜欢转过来的那个造型也不是不行。来我们这个手掌的话呢就变成了红色，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手指的一个方向要替换。那么这个因为它的手指的话是靠的整个这样部件去做一个反转，那么如果各位玩过这个
金刚王的话呢，它都是靠着拇指的一个位置去移动，对不对？所以这个正面反面的互换的话呢，也是有不同的表现的方式的。那博派的造型好不好看？我觉得也不赖啊，就感觉是更加利落一点啊，我比较喜欢这个鲜黄的这个感觉在前面，虽然有一点山寨的感觉。那么武器的话呢，一样可以把它给扣上去。那么呢，这个就是这个双面人的一个整个玩具的一个分享。那我们的话呢，接着进行这款 Barricade 的一个变形啊。首先的话呢，先把车门呢给打开，这里有个锁扣啊，这样轻轻一扣就可以把它给扣开了。再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先考虑把上半身给变完也没关系，脚抬手抬起来往上翻。再来的话呢，这一个部件，这里有一块部件了，把它给往下压。好，先到这吧。然后呢，上半身到这里，我们把这个后腿的话呢，这里先给打开，整个给打开。然后呢，两腿的话呢，从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它给伸出来了，从这个地方抬出来。抬出来之后的话呢，两腿做个分开。那么这里的话呢，是这一块部件是我记得是要翻，这块部件是怎么回事？翻不动了。这样翻出来怎么这么紧，对吧？这里记得把这个翻出来。然后它的一个小腿的内侧啊，有一个盖板啊，这个就是这个就叫做真正的盖板啊，就是真的要做给我们啊来做一个使用嘛。然后腰部做一个翻转之后啊，这个部件往上面这里往上面转出去啊，这个地方记得是从这翻出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部件的话呢，这里肚子这个地方扣好，然后这里有一个组合的卡扣，把它给扣上，旋转一下，把这个开口转下来到这里。后面的这个翅膀的话呢，往后面推一些，它会有一个卡住，会跟这个后照镜稍微有一点卡住。那我们的这个什么 barricade 的一个变形呢，就算是 OK 了啊。那拳头的话呢，你可以转一下，因为我这个拳头的话呢，我是刚刚觉得转这个角度收到车底的密合度会比较好，那当然是看个人的喜好了。那么它的肩炮武器的话呢，放在肩上的话呢就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呢它的这个两个孔洞，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有一边的洞呢是比较松的啊。那这个玩具可以说它松，平常的其他地方你就不要说人家洞松了啊，人家会说你是不是瘦了啊。那这个武器的话呢，你可以拿在手上，那你也可以扣在后面，看你个人的喜好。那作为一个反派嘛，手上拿的枪毕竟是有必要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次给大家做的这个 Barricade， 相较于非常优秀的车型，人形就感觉比较普通一些些。那我们也对比一下它跟外星载具形态下的这个两者配色的话呢是一样啊。如果以人形的话，可能我觉得它好像比较壮，对不对？它的整个一个胸口的宽度呢比较宽，然后背后的话延伸的也比较长，一整个感觉比较狰狞。那以面雕来说的话，这个我倒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帅一点。那么这一款的话呢，就真的就是烟雾的重涂而已，只是把脸变成金色的而已。然后关节的紧实度，这一款比那个双面人要好上很多，但是以体型来说啊，双面人要个头要比它大得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套银河奥德赛的双人组合包。那么目前好像已经慢慢货比较少了，那我因为是很久之前就买了，但是没有给大家做开箱而已，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大家拍拍这一些过渡时期的这些玩具吧。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